常言道，坐要有坐相，站也得有站相，走有走相，人要识相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别走开，听李宇给您细细道来。群基因之首易经啊，记载道，更其止，止其所也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在安静的时候也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古人认为啊，好的站相是腰挺腿直，而不是肩歪头斜，转身时身子也不弯，这样的人精力旺盛，从容不迫。古人端坐讲究个平稳，但是不要笔直僵硬，而是要像一张弓，蓄势待发，起身的时候要稳重缓慢，所谓坐如磐石，起似浮云。那么走有走相，人要识相，又是怎么一个说法呢？古人认为，人在动态的时候会暴露出更多内在的东西。据说啊，武术家李小龙早年拜师叶问，叶问看李小龙第一眼的时候不禁大喜，这是武学奇才啊，立刻答应收下。但是一段时间以后，叶问再看李小龙却总是充满着遗憾，弟子们都很不解啊。叶问解释说，李小龙走路的时候脚跟不着地不稳，这是短命相，可惜了。后来李小龙虽然名扬天下，可却英年早逝。面对易经，大多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它离我们很远，但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用易而不知罢了。